有一件事情，我想和你一起做。看镜头啊！别干嘛？干嘛呀？七夕节的前一天，杨洋终于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，我要好好记录一下这一刻。不录。 万一过两天分了怎么办啊？哎，阿翔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谁说会分？必须录，别，杨洋。